来吧，进来吧。啊，你坐。嗯，我叫翟晓文，喜欢唱歌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现在听这首歌就是我唱的，喜欢吗？和你一起想去东京，飞到巴黎。那些事情。我睡觉时间很久，我能睡十二个小时，你可以吗？还拍？还拍？还拍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很讨厌的事。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。快点让我睡觉吧，嗯，乖。我是翟晓文，喊出我的名字吧。